人天帅还是王医生帅？当然是王医生帅啊，这我摸得到，人家摸不到。加一个整形医师，我们家四个人受惠，我们三姐妹加我妈妈，多花这么多资啊。去Chanel买包包的时候也是在跟那女生聊天，因为要帮我退税，她就把我的护照就拿去了，她一看。然后我每次就说哦 ，My husband is a plastic surgeon, so they do everything. 任天帅还是王医生帅？当然是王医生帅啊，这我摸得到，任今天摸不到，摸不到什么好看的。王医生年轻的时候帅吗？因为他娃娃脸，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就是看起来像大男孩，还比较瘦。那我觉得反而他有点年纪之后看起来是更好看。一直说他在医院是算天才，我心想说有人这样夸奖自己，他很担心我在演。圈帅哥看太多会觉得他很普通，然后我就说我真的从小到大看那么多医生，的确你这是在医界里面是帅。我说妈妈我交一个医生男朋友，妈妈说啊，对医生的那种印象都停留在就是好像有点年纪，然后看起来会头发很乱，或者不修边幅那种感觉，或是戴着眼镜看起来像书呆子的样子。我妈一看到他，哇，很帅呢，帅哥呢，很开心。我今年10岁耶，这怎么做到这么年轻呢？嫁对老公就会有机会。我老公就是为了让我变美，所以当了全台湾最牛的整形医师，宇宙导师。我们去欧洲，去 Chanel 买包包的时候，也是在跟那女生聊天，因为要帮我退税。他就把我的护照就拿去了，他一看，然后我每次就说哦 ，My husband is a plastic surgeon, so they do everything. 下整形师最好的，想变怎样就变怎样，今天想变成蔡依林，明天想变成林，比较快。我那时候跟他交往的时候，我妈最开心的，哎，听着你真的好棒，你竟然可以嫁医生，太好了，妈妈现在什么都靠他了。我妈妈对他比对我好，妈妈随时都到诊所。其实他现在70几岁了，但也是看不太出来。他有段时间也都上电视啊，也是很多人看不出来。而且我每次都讲说，我加一个整形医师，我们家四个人受惠，我们三姐妹加我妈妈，多划算的投资啊！